收看《晚八找乐子》，我是贾斯汀，我是彦辰。我们今天找乐子要找什么东西啊？我们要找澎湖好吃好玩好浅好滑的。没有错，我们在五月底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跟我们的那个摄影团队有飞到澎湖去玩呢，超爽的。因为我本身就是没有去过澎湖，我其实也没有第一次去。然后我想说计划今年想去澎湖玩一下这样子，然后没想到。我就获得这个澎湖采访行的这个任务，公器私用嘛。怎么这样讲？然后就是非常开心的一个经验，这样子。嗯哼，是。但是就是我们公司的无良企划，就是把这个行程排得太满。我这边真的要严厉的谴责一下我们这位企划，就是他把我们三天两夜从早到晚的行程是逼得非常的紧，有没有？拍摄到晚上11、12点这样，然后十一二点还不够，然后还要准备，然后回去那个我们的摄影组还要过带。天刚被戏一样，隔天早上是那种7、8点要起床，对，超级累的、啊。这不是你本人企划的吗、欸？怎么把我揪出来？你刚谴责个屁呀、啊！累死我。女生也要化妆，你又不用化。对，哎，不过说到这次那个澎湖采访行啊，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开心。澎湖的阳光非常的热情，没错，而且澎湖的在地人啊，也对我们热情款待。澎湖人真的很热情。你好像阳光热情，我就是要用、這個。你好像有黑圈哎、欸。来看一下这是什么？哎、欸，你真的有黑圈哎、欸！这是被殴打是家暴吗？就偷偷被贾斯汀打。哎、欸，你知道为什么你会？真的很黑是很明显的嘛，因为你本身很白。谢谢。所以你这样子一黑这样子，就整个非常明显、欸。没有，我就是觉得，就是我防晒已经补了这么好、啊，给大家看一下。对。我就是觉得我防晒已经补了这么勤了，怎么还会黑成这样？就是这一块。你在澎湖当现场的时候，你会一直喷，一直喷，一直喷。对啊，我狂喷哎、欸，我就这样擦擦擦擦擦擦擦。对啊，那结果你。却 lose 掉这边，就是还是有没抹到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那个线上有没有那个医美的那个诊所，没有赞助一下？业配吗？对啊。OK， 那你在这次澎湖当中啊，是就是采访当中，哎、欸，现在有在线上的观众吗？赶快把直播分享出去哦！哎、欸，赶快把手机拿出来分享一下。哎、欸，我手机，我等一下分享，我等一下分享。好 ，OK， 好。你现在分享对不对？好，你先讲，你先讲。没有，我是在想要问说，你这是在澎湖的采访行当中，你印象最深刻是什么？体验潜水吧。体验潜水。对，因为我本身没有潜水过。我其实也没有。然后我觉得说，哎、欸，体验潜水这四个字，反正就是去体验去玩嘛，这样。没有想到，就是体验当天，哇，体验没有，体验潜水没有想象中这么容易。真的没有这么容易。就一开始我们是蛮紧张的一个情况之下，因为你在陆地上跟在那个水里面呼吸转换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对，在水下你就只能那个嘴吸嘴吐。是。就像章鱼一样，有没有？对，然后那个教练就说，我们不可以就是下去又上来这样子，因为可能会有那个水压的问题，就不能又上又下，又上又下啦，这样子你那个水压、耳压平衡会有问题。但我们对我就讲这么多，观众可能想说，你在到底在讲什么？没有画面，大家可能不知道嘛。所以，我们待会就是赶快透过我们当天拍摄到的一些画面，要带给大家来看这样子。对，那赶快把直播分享出去，等一下还有很多好玩的要跟大家分享。OK， 我们进 VCR One。澎湖的东海，没错，我们现在是练下东海一日游。我们现在搭船，然后特别来出航来捕鱼啦。哎、欸，后面，大哥，嗨 ，Terry， 刚就是这个钓的怎么样？刚才已经钓到两只了，刚好一只公的，一只母的。那这边它是属于珊瑚礁的鱼群，是。那我们当地叫那个还原准确鲷，它有我们当地俗称叫做昂鲷，它颜色公的呢红色会很鲜艳，那母的呢就是黑色带红色这样子。光说没有证据，我们等一下就等你钓上来一尾，大家才看得到，好不好？压力有点重，野生的。听说这种鱼类非常的贪吃，所以好像食物放下去，只要你位置放的是对的，是就会钓得到。哦、跟镜头说声嗨，耶！大家有捕获吗？有。有什么东西？大母鱼。红色的那条鱼。红色的那一条鱼，一直钓，一直钓。一直钓，一直钓。好。好，等一下再过来。嗨，这边的朋友。哇，好多鱼哦！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什么？红鲷，对不对？红的，对不对？红猫。刚刚整船的人都有帮晚八找乐子按赞了。是是是，刚刚船上的旅客们都很热情，还帮我们粉丝团按赞，这样子。是一定要的。耶、yeah, ，是一定要的。有没有听到声音？好。哎，线上还有朋友说什么吗？赶快，前面。前面是不是又有好消息了？来来，走。看我这边。来喽，一二，不要挡住鱼鳞啊！一二三，这次颜色比较不一样，对不对？这品种不一样，对不对？因为它这个是石斑鱼的一种，叫环形。
哦，我们的横纹石斑呐、啊，这个叫横纹石斑，因为它的那个条纹是横的，有没有？真的呀。好、哦，所以叫横纹石斑。那呢，有一只是公的，一只是母的，你分得出来吗？没有的。公的是红的吧？对。这只是公的，这只是母的。为什么？因为它全红。因为呢，只要是动物的话呢，公的基本上比较显眼，对，然后那母它吸引它的异性呢、啊，它吸引母的哈、哦。这是母的。这只鱼是最好分辨的，颜色是区别者，中间这个红的是母的，啊，这个全部都是公的。我们上岸了。耶、yeah, ，上岸了。哎、欸，这边有警察局。为什么要拍警察局呢？我们看一下这边。就岛上只要有人，就是会需要有警察局嘛，对不对？现场的话应该感受不到那个海鸥，其实离我们距离超级近的，真的超级近。然后刚才就是导游教练都警告我们不要把嘴巴打开，不然可能会接到那个温热的冰淇淋这样。哇！哎、欸，教练，我们可以问一下吗？来一次之后呢，好、哦，手举高，然后往外面抛丢。好，手举高，然后往上抛丢，嘿。但他回来是，因为他飞行的话会撞到船，所以他不会这样子，一定要丢出去。对，他只会一直看着你而已。好。对，看着你，但他不会下来吃。哇！你是想陷害我是吧？来澎湖就是要这样子玩。我们现在在东海，那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彦成为了我们的晚八收视率拼了。他要怎么样拼呢？我们来找一下彦成。对，你要干嘛？谢谢大家支持，我要跳海。真的要跳海吗？对，为了我们的收视率就对了。对，观众朋友，你们有什么感想要跟我们晚八的粉丝讲？谢谢你们，我爱你们。彦成准备好了吗？等一下呢，来稍等，关键抓住你了，好紧张哦，天哪！脚抬高出去到对的地方，不要放再站回来，不能让我们会等一个出去再放。彦成有没有信心？有。你记得第二次出去再放，第一次不要放，第二次回来。哇，我们现在旁边的那个朋友都非常的紧张。你握到外面一定要放，不然就没出去。彦成还有话要讲，没有？还有什么话要讲吗？晚八周日去，收视长虹。一、二、三、四、五、六、加油！啊！再一次，蹲下来就好了。来，大哥，看到大哥了。一二三，脚起来。耶！脚收起来，脚收起来，脚收起来。可以，OK 吗？耶！哇，好怀念澎湖哦。哎、欸，我觉得那很难跳哎、欸。对，你们那边笑我。你刚刚感觉好像就是准备好，很有气势要这样荡下去，然后没想到下一秒就这样。因为我刚刚一喊完“收视长虹”，就整个气势都弱掉了，好像节目会出什么问题一样。真的、欸，但是真的不好抓，那要臂力，然后脚还要收起来，不然你很快就会下水。确实不容易啦。还没有找到那个 配备 之前。哎、欸，我觉得澎湖真的非常的漂亮、欸，超好玩，超漂亮。就是我们。去现场的时候拿手机就随便拍啊，哇，那个太阳那个光线随便拍，不用再调光，不用再 P 图啊，后置都不用。人人拍都是那个网美啊，或是型男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的 VCR 跟大家分享，因为才第一支嘛，没错。我们今天准备了很多 VCR， 就我们带回来的第一手消息。哎、欸，大家赶快把直播分享出去哦。对，我就是要讲这个。我们今天有澎湖带回来的伴手礼，还有当地的纪念品要送给大家，所以赶快把直播分享出去，好不好？好，先来看一下这。
是什么？仙人掌笔。哎，我们去到一家美式餐厅啊，然后他放在柜台上面，就哇，好可爱哦！因为我们答应那个网友说要送东西，对，所以我们想说这个非常具有意义。很代表澎湖的感觉，对。然后我们自己有买来写，真的也很好写，真的好写又可爱。我们今天要送六位这个仙人掌的这个笔，然后要给网友，赶快把直播分享出去。然后还有这边澎湖当地的，去过澎湖的人都知道，风如茶，风如茶一整盒的风如茶这样子，消暑清凉又解渴。嗯哼。然后以及就是暑假嘛，夏天海边就要很注重保湿，对，所以我们朵韵棒面膜也要送给大家。OK， 哎、欸，我跟大家讲，这个澎湖的这个风炉茶超级好喝。我们去到一间那个 BBQ 啊，就在就是我们之后也会有影片可以放给大家看这样子。他们那个风炉茶真的是好喝到极点，等一下大家就看到了。对，我们不要后面会有影片，就好喝到我用牛饮一整桶的那种。真的非常的好喝。OK， 然后我们刚刚又讲到很多玩水的东西，大家一定想要看我们玩水到底怎么玩，是没错，或是我们就是介绍那边玩水的方式，怎样刺激，怎样玩。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潜水影片。耶、yeah! yeah!。是我们澎湖采访行的第二天，没错，我们来到哪边啊？波塞顿海洋运动俱乐部。我们将要体验潜水，哎，不然看不到吗？不然看不到，你等下可以下去试试看。嗯，好，下背心会比一般你在呼吸的时候再费力一点点。OK 啊，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稍微轻轻压住，然后只是跪着。那如果看你们一直在乱动，我们就会跟你说停。会叫你慢一点，慢一点。好，我们现在上完课，那我们就准备去换装了。好，准备换装，出发 ，Go！ 教练，我们换装完毕了，那我们就出发吧。走。我们现在旁边看的都是仙人掌，看一下旁边，哇！我没有看过这样子，我没有看过这样一大片的仙人掌。哇，这个装备真的很重，大概有十几公斤。十几公斤。然后穿上以后，放松到前面。好。好帅哦！你要有点往前挺，挺。我觉得又有点要去外太空的感觉。想要看到再三两碰。耶！来，胸口你自己碰一下。胸口是这个。这边，然后就这个。红包外沉不下去啊！天哪，怎么这么重？啊！我的上半身都弯了。你说你抱几公斤？我忘了耶，六五吧。不止吧？你就是个阿嬷。不是，这真的太难动了。会很重吗？很重！哇！好。走吗？咱们走。哎哎啊！可以吗？让我牵你吗？澎湖的海。澎湖的海超蓝。水感觉非常的，水非常的透彻。先不要到处走，小心。
好，我们成功了，好好玩哦，会想要让人一球再潜。对，就是海底世界其实真的蛮漂亮的，就会觉得哎，为什么要污染海洋？顿时心理重点。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一下我们的海洋。就突然严肃起来，可是真的心里会有那样感觉。对啊。然后看到下面那个小丑鱼，真的很漂亮。第一次这个近距离看到海洋生物这样子。所以是澎湖下之旅，到此一游9453啦。我们成功了，谢谢。教练，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项目是？好，这个叫做 SUP， 叫站立式冲浪板。对，它就是主要是一个冲，像一个冲浪板，然后它会配上一个桨，然后桨的人就是靠往前滑动，然后冲到去哪。然后等一下呢，我们要这个两种滑法，一种是我们要跪着滑，对，另外一种是站起来滑。然后我们位置都是在我们的把手的左右两侧。好。OK， 然后通常我们的板下面会有这个 fin， 这个 fin， 这 fin 就是挡切水流，就是没有，如果没有这个 fin， 我们板就会在原地一直打转。OK， 好，那等一下我们如何上板呢？就是我们大概水深到大腿的时候，我们是先趴着，然后慢慢的移过来，然后把我们两个膝盖再跪在这个把手的位置。好。然后一样挺胸看前面，然后这时候就要使用我们的桨，就是桨就是我们左右交叉滑。然后左右交叉的时候，重点我们上下手要轮流交叉。哦，上下手要轮流交叉。就是，比如说我滑这边，滑的时候滑到那边的时候，上下手要交叉，交叉滑。交叉。慢慢滑，水就会轻了。好。好，然后再往前一点点。好，尽量我们尽量都要板子左右两。我刚刚表现你打几分？100分。满分1000分。满分100。耶，成功！澎湖下之旅。9453。哎，等一下，我刚看到那个 VCR 里面，我一定要谴责一下。你的肚子怎么回事啊？对啊，我是得罪摄影师吗？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还摸你，是不是觉得很凸？等一下，我想要问一下制作人，就是我们跟高层开会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这次澎湖行是要帮我们打造成什么那个韩国偶像系列吗？我觉得你是呕吐系列。为什么拍起来整个好狼狈的感觉？下过水起来了。对啊，整个好狼狈哦。然后还一直摸肚子，我对你那个肚子还是记忆犹新。贾斯汀自从换了那一套潜水装之后，他就觉得就很不安，他一直摸他的肚子，就整个很焦虑这样子、啊，就觉得凉凉的这样。不过我觉得那个体验潜水是真的很有趣，非常好玩。嗯、但我觉得就是潜下水之前，应该是说对不对？潜下水之前要先去上个厕所。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在你有在海洋里面撇一下吗？不是，我很想撇，但是就是因为撇不了，我很紧张。你还记得想撇，但是撇不出来。对，然后你还记得，就是他就是会有一个压力啊、嗯、而且就是帅哥教练在旁边，你怎么好意思撇？你说就喝到这样吗？
然后没继续说完。我那时候就一直忍，我们不是要去海底油桶投那个吗？对，就是寄明信片。是，然后我就一直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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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忍到海底油桶那边，我真的受不了了。然后就怎么样？然后就喝了一，然后就喝了一口水，这样。你还记得那时候，我就一直说，就我喝到水，然后我吸不到，我就一直说我要上去，我要上去。是，那时候就是惊险了一下。因为那时候我们要去投那个海底那个油桶嘛，对不对？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快成功，快成功，我们赶快把那个画面捕捉好，我就想上去，因为我当时耳朵超级痛，然后想说我们赶快投进去，赶快投进去，哎、欸，为什么燕神不投，他要上去了呢？他就整个人就上去了。我想说，哎、欸，我们快要投到了，你为什么要上去？他说什么？那时候你喝到一口水，然后我喝到一口水，我没有办法呼吸，快要呛到这样子，然后就上去了。嗯，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那个海上，就是在休息一下，我们又下去，然后那时候耳朵就是快炸裂这样子。然后贾斯汀好像就是到现在，你是到现在都还是耳朵有一点痛吗？现在有比较好一点点，就是我有去看医生，就是说那个可能是因为耳压关系，所以耳朵可能就是在休息几天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嗯、但反正就是我觉得潜水这件事情还是。还是很好玩啦，不是说要吓大家说什么多危险，但是真的很好玩，建议大家去玩。没错，哎、欸，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海底油桶，话说我们的信件呢？我们的明信片还没收到，我们的明信片为什么还没有收到？到底是飘走了？是飘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哎、欸，但是这个真的是从水下带回来的，我们把它护背起来，你看都皱掉了，皱巴巴的。对啊，而且你刚刚拿反哎、欸。还不是因为你上去，我整个耳朵炸裂，我可以拿起来在那边比就已经很不错了。我想要的画面是那种很澎湃的，就是我们拿着这个很开心的，还可以打个水这样子，像小美人鱼一样。然后你给我拿反，是因为耳压，这耳朵实在太痛了，好不好？好了，不怪你。对啊。刚才那个什么，哎、欸，子祥，你到我们每个地方都留言，你好厉害哦。真的。还有丽景 ，Hello。子祥是有手机，有平板电脑，又有那个桌垫，是不是这样三台交换这样子？一起使用，然后圈中信，Hello， 还有青燕说现在去澎湖玩真不错，对，接下来暑假澎湖又到旅游旺季。晚八早乐是那个袁贵说好棒的体验，嗯，真的，澎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旅行的一个地方，这样。晚琪说还没有天亮，没有啦，晚琪，我们这边是 live 的，是现场的，晚琪，你现在留言我们看得到。我们在回顾我们去澎湖的那个 VCR， 所以。当时是白天没错啊，现在是暗时，对，晚上。你一定要用你的台语吗？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呀，可以给大家看什么样的画面啊？就是水上活动还没结束。是没错。各种的水上活动。你不是有去体验那个 SUP 吗 ？SUP 刚才啦。哦，对对对，那就是宽板滑水，对不对？对，滑水，对。对 ，OK。滑水很刺激，大家一起来看。如此的高难度。好了，跳有蛙兵朋友还花不用钱。
嘛？教练的表情。不难，行，蛮厉害的。没有啦，我觉得其实就是站起来那个时间点要抓一下，然后平衡感也是。彦成、欸，有感受到怎样？你要讲什么？我觉得你是不是有得罪制作人？真的超狼狈的！为什么他把你很狼狈、很囧，然后就是吓得花容失色的画面全部剪成一集这样？你有感觉到我很努力的想要站起来吗？就是、我真的努力想要站起来哎！而且我们刚场外的那个制作人说，你好像有欠那个四杯星巴克，是不是？我没听到。就导助也下去玩这个，但导助第一次就站起来了，所以你就很帅气的站起来。然后我大概玩了就是八次吧，八次才真的站起来，然后又懂又下去。所以为什么要乱赌啊？我就想说，怎么可能这么难呢、欸？所以是不是要愿赌服输？因为许常德老师都愿赌服输开演唱会了。干嘛？那路易莎可以吗？都三个字的。那你就看我们制作人 O 不 OK 这样子。很烦呢、欸。好，我觉得很好玩，但是就是他需要一点技巧，有难度啦，平衡感好不好，对。OK。嗯，然后刚才有人子祥成就是帮我拍手哎、欸。真的吗？就知道成功有多难。喔、Hello， 慧良。然后范江淑仪，谢谢分享。哎，大家赶快把直播分享出去！我这个桌上的仙人掌，可爱的仙人掌笔，仙人掌笔，我要送给六位的朋友，好不好？然后还有朵韵邦面膜，超好用的保湿面膜，要送给大家。以及澎湖在地的特色的这个风如茶茶包要送给大家，所以那个礼物非常的澎湃，赶快把直播分享出去，好不好？就可以获得这几个商品。好，接下来澎湖应该就是。非常热闹，暑假要到了。是，就澎湖在地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就是夜访潮间带。嗯哼，就是它会依照那个海水退潮的那个时间，然后我们会去潮间带，然后去看一些就是海边的一些生物这样子。嗯，对，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因为从来没有这样子过。OK， 就当天我们是头戴一个那个头灯灯具，对，还有拿着那个捕鱼一些那个什么叫什么渔具吧。对，网子啊，对啊，网子啊，还有戴手套这样，那我们就是跟着我们的这个教练，你就直接出发去潮间带这样子、嗯。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段的 VCR。耶、yeah, ，欢迎收看晚八早乐子，我们现在去夜访潮间带，去抓宝。听说那个退潮之后，就涨潮，然后很多宝物来，是退潮之后有很多鱼啊、虾啊、螃蟹可以抓。是，那我们待会要去寻宝一下，看看我们今天可以。抓什么宝物这样？没错，对，那前面都是我们的伙伴这样子，走，快 go！ 一过来就有宝物哎，哎，摄影师近一点，看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呢？那是什么？别走！来，我们发现海胆了！啊！我们才别这样说海胆吗？哎，直接抓吗？好酷！给镜头看一下，哇，口塞海胆哦，火山海胆，口塞哦，口塞，还有那个口，口塞鱼的那个塞哦，口塞海胆，这颗呢是不能吃的哦，不能吃，它其实蛮漂亮的，是火星这只吗？好，这个不一样了，哇、哦，这个呢，我们当地人叫它紫海胆，紫海胆，绿海胆都可以哦，因为它这个刺啊，它这个。呈现有点深紫色的，是有点深紫色的、嗯、哦，那这一颗就可以拿来吃，哇，可以吃的，它可以怎么样料理啊？就一般的我们海胆怎么吃，它就怎么吃、哦，基本上我们都是生吃比较多。哇，这一根是不是？海参哦，哇。哎呦，喷水了！哦，这个呢，这个是就是我们的荡皮参，荡秋千的荡，叫荡皮参。那它是我们水中的清道夫，它现在在土的这一条。这个东西是它的巨丝纤维管。哦，那我们渔民们如果在海上受伤的话，基本上如果没有急救箱的话，我们都会找它。哦，它有个外号就是海上急救箱。哦，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这个白白的这个东西。嗯，这条、哦。对，如果你手上有割伤，是血流不止的话，基本上我们会找这个东西。嗯，为什么？因为它的粘性非常的好。哦，那我们把它弄出来之后咧，把它缠在手上。好，缠在你的伤口上、嗯，那基本上它就可以止血了，嗯、哦，它就可以止血了。特写它怎么？水稍微不要把它晃一下，好，先不要晃动，让它。它最长可以延伸到2公尺，哇，俗称
蛇身，蛇身，对，像学名叫做斑毛身。对，那我们是外面的话，基本上所以它是用慢慢蠕动的方式前进，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OK， 因为我觉得这海胆拿起来颜色是就是咖啡色的，是，但是放下去就是有一点粉红紫，对，紫色对不对？粉红色，粉色的，粉色，粉色的。好酷哦！这一颗叫做梅市场海胆，梅市场海胆，梅市要多吃海胆，梅市是那个梅市，哎，是梅花的梅，姓氏的市，海胆。耶！我们回来每次都要夜一下，然后开场也在边夜一下，观众朋友是不是觉得这个夜很熟悉的、啊，对不对？那又有点烦。我觉得就是在那边潮间带可以看到好多好有趣的东西哦。对，可能就是一些我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对，或者是什么海兔哦。海兔 对，然后或者是一些海参、海胆、海星、石斑鱼啊什么，有一些可能我们看到它已经变成食物了，但我们现在活生生的看到它这样子。那天我们有捕获一条就是这么大只，1800块钱的那个石斑鱼，对啊，大概这么大只，非常大一只这样子。OK，然后就是接下来访完潮间带，肚子也饿了。没错，我们要来带大家看一下，就是澎湖多好吃的海鲜。里面有那个我刚刚讲说那个澎湖非常好喝的那个风乳茶，嗯，真的好好喝，我现在好怀念，好想牛饮一下。觉得现在澎灯有点热，是？对，现在真的还蛮热的，所以清凉解渴。我们看一下吃到饱画面。澎湖就是要这样吃，自己的晚餐自己烤，海鲜烧烤吃到饱。哎、欸，很会接，有押韵对不对？今天来到哪里啊？我们今天来到菜园情人码头 BBQ。哦，我们要吃晚餐啦。而且这里很厉害，这里是很多在地人都会来这里吃的地方。是。好，那我们赶快先来看一下这一家海鲜烧烤它的食材。OK。很厉害哦，这一家是那个方块姐姐推荐的。是。哎、欸，你喜欢吃什么东西啊？我很喜欢吃那种。套 Q 类，我们今天中午吃的那个套 Q 就非常的好吃。好，先把这个拿下来。OK， 包包拿下来。好。所以所有套 Q 类的，我今天要一网打尽。真的。来，那我来拿。好。欸、你平常是有会烤肉的人？还 OK， 还不错。真的。对对。就不是妈宝型。那当然不是啊。那今天就靠你喽。OK 的，没有。罩得住吗？可以。等下马岛会拉的吗？应该是不至于的。我想要吃那个大的牡蛎。帮我拿那一盘。好啊，我觉得那盘最经典。那个吗？对，吃了会病变骨。真的吗？哦、多帮摄影师多烤几个这样子。有需要。我从来没有烤过这种，就是还要就是自己开壳。哎、欸，我也没有开，没有烤过这样子。那这种是要左右两边都烤熟吗？就是怎么把它弄出来？这种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应该还是要请个专业的老板娘来教我们一下。对。所以老板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怎么样烤会比较好吃，要怎么样变成烤肉达人呢？好，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大的牡蛎啊，就是它就是左右两边，就是怎么样烤牡蛎的话要这样放，就是凹槽的部分要往下，哦，凹槽要往下，对，嗯，然后这个太熟了，太熟了，这都可以了，刚才那个鳕鱼香丝，对，这样还是很新鲜，因为它很新。哇，我闻到那个香味，哎，它会鼓起来哎。那我们这个牡蛎要怎么样看才算是好的呢？因为它等一下，有的它自己会打开。哦，会自己打开。它自己会打开。Okay. 香肠这样就可以吃了，而且香肠不要去搓它，我拿一下叉子。OK， 好。香肠不要去一直把它搓油，这样吃才会有爆浆的。对，我们平常吃香肠好像都会一直搓哎。对。我们可以吃爆浆的感觉。对。超爆浆，对，香肠是很多人来我们这边的熟热门食材。OK， 好，谢谢，我可以直接吃吗？可以，可以直接吃了。哎，好 juicy 哦。嗯，而且我觉得很厉害是香肠没有烤到焦，然后还可以很香。嗯，没错。因为有时候我会不小心不留神，香肠就焦了。对。哦。很热，很烫，要小心。小师弟，小师弟，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有点过分？你说请那个，我们现在就请老板来，然后说什么要变成烤肉达人屁嘞？我们就是叫老板娘烤而已啊。对，老板娘说对。但是我们很好
奇，就是这边的就是一些食材，老板娘你刚刚有说这边还有一些很特别，什么澎湖丝瓜是不是？有，在那里。哦，澎湖丝瓜。对，澎湖丝瓜，当地的澎湖丝瓜、okay. 肉饺丝瓜，你哦太贵，有什么不一样呢？它很鲜甜，很鲜甜，然后又他们这个澎湖丝瓜很甜，因为在澎湖这几年产量说真的没有那么多，今年产量很好。它种在哪边啊？就一般家里会。一般家里乡下都会种， okay. 种在他们自己的田。老板娘说牡蛎打开喽，是打长酱对不对？对。他刚怎么开的？他就自己会打开。哦，自己打开。所以酱是本来不是熟的吗？哎、哦欸，真的哎，自己打开哎。贝壳类的东西，贾斯汀，贾斯汀，我想考考你，这牡蛎跟生蚝什么不一样？他们应该是亲戚吧。牡蛎与生蚝属同类生物，带壳的叫牡蛎，个头大的叫生蚝。哎、欸，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那个风乳茶。风乳茶是一种在地的的咖啡草，它是根，它的根有味道，它的根有味道。是对，因为刚刚贾斯汀他一喝就说：“天哪、啊，太好喝了，我马上要第二杯。”他们家的风乳茶超好喝的。我们真的是整个下去煮的。真的很好喝，因为澎湖的天气非常热，对不对？对，所以就要喝这个清凉消暑，对，来解渴这样子。对，我现在来吃超鲜甜牡蛎。需要卫生纸吗？这怎么好啊？我的是谁啊？这里。OK， 好。嗯，贾斯汀，赶快吃。吃哪一个？牡蛎。牡蛎吗？好 ，OK， 这边好，谢谢，谢谢。我终于懂什么叫做大海的味道，所以我们今天澎湖的第一站美食之旅成功了。耶、yeah. ！我真的好想再吃哦、喔！我现在肚子饿了耶。对，看到这个画面，你还肚子饿？你看你那个潜水装。是先别管减肥这件事情。不过我们看到画面的时候，我觉得闻到当天那个烤肉的那香味了，很想吃。因为它那个小馆是。不用加任何的那种调味料，就是非常的鲜甜。对，因为你新不新鲜，其实你用吃的，它连盐都没有加、欸，没错，对，就已经有那种非常鲜甜，不用加那种任何烤肉调味料了。对，没错，就觉得好怀念哦、喔，真的很想吃，真的想去那个移民去澎湖这样子，吃不完的海鲜。然后它的那个牡蛎超大一颗的、欸，可能我们那时候没有放比例尺给大家看，对，不然那个牡蛎真的就是。我一口下去，我觉得它已经是生蚝等级的牡蛎。刚才有那个 Google 小姐嘛，小帮手，个头大的叫生蚝，它的那牡蛎就真的很大、啊，超级好吃这样子。没错。然后，哎、欸，大家分享直播了吗？在线上的朋友们，快点分享直播，送仙人掌笔，然后我们带回来的澎湖。澎湖有没有？澎湖风如茶，然后还有朵韵棒面膜要送给大家。哎、欸，大家赶快把直播分享出去好吗？好不好？子祥也要流口水了。裁员说想吃黏黏的。裁员情人码头在我们那个晚八早日子的粉丝团上面。嘿，老板娘，我们超怀念你们的那个海鲜，非常的好吃、啊，真的很好吃。而且我最推你们家的那个风乳茶，我那天牛饮大概好几壶吧。我觉得我最爱的是小馆，跟就是真的是牡蛎。是，嗯。Okay. Hello， 易总，嗨。Hello， 线上的朋友们，赶快跟我们打招呼。那有没有澎湖当地的朋友在看这直播？有啊，我刚刚就是有看到一些澎湖的朋友在上面留言、欸。哦，真的、哦？对啊。好，哎、欸，那接下来啊，嗯，就是你知道，就是我虽然是这边有被晒伤了，是，但是我就是其他地方是保养的还不错。例如。脸啊你脸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晒伤？脸一点点，但是因为就是我就是做好保湿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是来看一下我在饭店到底是怎么做保湿的。你干嘛？这个也拍？这个也拍啊？这么敬业？就是对啊，是你自己加的这个戏嘛，对不对？就是那时候就想说，哎、欸。做一个全记录，我们不是都拿一个 GoPro 吗？好，我们就来突袭一下那个燕城的闺房，好不好？闺房，闺房。阿美，现在是晚上12:10，
马导他们一直在那边很无聊，说什么要就是冲进我的房间，直击美女闺房，有事吗？威胁我动作慢是吧？我就是要敷面膜怎么样？我在想，啊，我知道，我知道我可以干嘛。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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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我怎么连澎湖湾都唱不好？我就敷着面膜去直击他们的房间，臭男生！哦，明天早上一早要去那个 SUP 跟潜水，所以好好做一下保湿，顺便趁他们那几个臭男生在那边。瞎起哄，去吓吓他们。深夜的走道，走快一点。吓到我了，你好恐怖哦！我真的被吓到了。等一下，为什么把我打呼的秘密讲的拍起来啊？为什么？谁叫你刚好睡着啊？我觉得那个洪青是共犯，他隔天还说若无其事跟我去的高级餐厅去吃早餐，都完全没有跟我讲这一段啊，然后我们去吃早餐啊，这样子啊。我现在肚子好痛。为什么可以这样？我跟你讲，就是贾斯汀真的没有看过这一段。我没有看过这一段啊，是我们另外剪的。这样合法吗？哎、欸，等一下，还有你为什么可以敷面膜在那个饭店走廊拍拍照？不是，你们就一直说什么要直击我的房间，要冲进来什么之类，我就觉得很烦啊，就吓吓你们、啊。所以你有遇到人吗？没有啊，你没有看到刚刚 GoPro 都没有人嗎，没有人、啊。
但我刚刚看到，发现自己真的也蛮恐怖。对啊，我们的那个摄影师洪青还被你吓到哎、欸，就是想说第一个吓到的是谁，然后没想到他去开门，他衰这样子。Hello， 安安，江安安。这样出门会吓人吧？我还蛮常喜欢，就是敷着面膜到处跑跑照这样子。不过呢，刚刚就是有拍我，就是那个打呼、大放纵，不知道吧？对，没错。但是我跟你讲，怎样？彦成，我要回击你。怎样？就是有一段画面是你没有看过的。什么画面？就是掌握在我手里，就是你有一个那个，听说是彦成崩坏日记。哎、欸，这是制作单位挑拨离间吧？他是希望我们两个都不要再继续主持，是不是？要把我们形象整个崩盘。互相讨厌彼此，你到底是什么崩盘？话不多说，马上来看一下彦成的崩盘日记、崩坏日记。什么啊？我觉得那十秒钟不到的时间，你就会把那个手放开了。啊、有挖鼻屎吗？你先站起来。好，看前面，看前面，收紧，跟我呢。不要往前边。怎么这么没有形象呢、欸？我真的觉得你得罪制作人。我哪有跌98次？差不多吧。我努力要站起来、啊。为什么这一集是真的把那个彦成形象整个崩盘这样子？我比你惨吧？你刚才就是只不过打个呼。我觉得打呼也不差、啊，却蛮囧的、啊。那我把你摸肚子放98次啊！哎、欸，我们的马德已经在现场了。哎、欸，现场为什么会有马？马跟澎湖的连结是什么？马跟澎湖的连结就是，哎、欸、他觉得你说错话，你看。反正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来宾嘛，对不对？对，就我们两个会比较无聊一点。我们这次在鸟语岛上面，就是发现一个很神奇的食物。哦，对，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对，我们在鸟语岛上面的时候，我们就是看到这个，你看它的外观虽然不是很起眼的这个袋子，有没有？没有华丽的包装，没错。但是它的这个内容物，非常的不平凡，这个味道。哎、欸，马说他想吃、欸，哎，这马是可以吃的吗？马可以吃吗？好，问一下马。马吃草。马，你看，欸、你会咬我吗？马可以吃吗？我伸到你的喉咙里面去。怎么了？可以吗？马可以吗？马讲话。马都放进去就好。可以吗？好吃吗？好吃是不是要来个什么 wave 之类？表现一下好吃的感觉。又来了，又来了。嗯，嗯，让马擦一下他的马嘴。马 OK 吗 ？OK 吗？你擦一下，你擦一下。我们那个码头道具上面都是油。好啦，我们这次去澎湖真的玩得非常的开心。没错。然后觉得第一次去澎湖，但没想到就是这么好玩，还想要再去一次。真的没有错、嗯。然后但是就是贾斯汀下礼拜是不是？是下礼拜吗？马上就要再去哦。对，我要 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对不起，我又要飞澎湖了。你那边对不起什么啊？你应该跟我说对不起。就是对不起我们整个团队这样子，就我跟另外一位摄影师，就是出卖我的那个洪青摄影师，我们又要飞澎湖，6月11号，然后在晚上
九点钟在那个澎湖的观音亭会有一个那个海上花火节的这个活动，我们要去做这个花火节的直播。然后是远航之夜嘛，是没有错，然后配合那个澎湖海上花火节这样搭在一起。对，那就是每一年就是会有聚集上千人会来到现场来看这个花火。那如果没有机会到现场的话也没有关系，就进行锁定我们的直播，可以在快点 TV 中时电子报以及晚八找乐子的粉丝团，就在下礼拜一的六月十一号晚上九点钟会来这个播放这个烟火释放的活动。嗯哼，是。哇，你刚刚讲的好认真哦。为什么？你讲了一大趴。对啊，要宣传介绍一下。感觉很像你主办。没有啦，我是去测，就是采访记录这样子。然后就是把画面传回来给大家，第一手消息。没错，我们有这个任务，有这个使命感，所以要把这个活动好好介绍一下嘛。对，然后之后我们澎湖还会有别的好吃好玩的东西，可能会陆陆续续再发给大家看这样子。我觉得这个鱿鱼这个小馆超级好吃，我们办公室已经团购不知道几次了。我们已经二刷了。对，真的。对，马什么马要吃？你就从那个马嘴这样给它投进去。你这个场合，马怎么了？马把你的包包弄掉了。好，没关系啊。马现在是还是你从他的鼻孔塞进去？他会呛到吧？好吃吗？哎、欸，好吃哎、欸！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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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就 OK 了，可以走了这样。好，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对，没错。哎、欸，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还是要赶快分享。直播分享有什么好看呢？送面膜，送仙人掌笔，还有送我们澎湖带回来的凤乳茶。有这一盆仙人掌，会有六位朋友。会得到这个仙人掌笔，然后还有那个风炉茶。想要得到的朋友，赶快帮我们晚八早日子按赞，然后把直播分享出去。哎、欸，对，我这次六月十一号我在飞去澎湖的时候，我还是会想帮这支网友谋一下福利，帮大家带礼物。没错，我们还是会陆续把这个澎湖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吃的、啊，或者说这个仙人掌笔就是颇受欢迎。对啊，对啊，我们办公室很多同事都很喜欢，所以我可能还会再去买这样子。还有你们想要什么，赶快就是私讯我们晚八早日子，或者是你们现在留言也可以，我们也看得到。是，就是 Q 贾斯汀去买。没错，就比基尼一件。OK。好了，那其实现在就是已经六月多了嘛，那也算是旅游的旺季。嗯，如果大家想要去各地旅游的话，哎、欸，其实澎湖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嗯，可以，大家可以好好思考一下，来规划一下这样子。然后我们下面就是很多的赞助厂商，其实就是我觉得他们是真的蛮赞的。没错，就是好吃好玩，真的好吃好玩。就是我们这个澎湖行的这个采访啊，就是能够非常顺利圆满，都是要感谢我们这些赞助厂商啊。下面没错，没有字幕，在我们的小编文的下面。对，小编文的下面。没错，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去澎湖玩的话，也可以去找他们。是，没有错。那今天要感谢大家的收看喽，下礼拜见，拜拜，拜拜。